宝宝，我知道看见大家都很激动，亮了吗？有人问亮了吗？亮了吗？亮了！看到你了，看到你了，看到你了，亮了亮了，真聪明，太聪明了，宝贝，一定要加关注，一定要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我觉得此刻大家应该非常的一个激动啊，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就给大家来送上更多的一个福利了，而且大家一直在等我们赞多啊，对，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现在此刻应该做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关注，包括点亮咱们的灯牌，因为稍后的时间，比方说我们的一个送礼环节也是速度比较快的，非常快。所以是希望大家现在就可以啊，把我们要完成的一些任务啊，先把它完成了。对，咱们把任务前置，咱们等一下看到赞多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好跟他就是尽情的互动，对不对？是。所以说加关注亮灯牌的这个环节，宝贝，现在此时此刻没有完成的宝宝赶紧完成啊，宝贝，清醒清醒，姐妹们清醒清醒，咱们在直播呢，宝贝，咱们在直播呢，一定要赶紧加关注，一定要赶紧点亮咱们的灯牌。我看到一个小公举了，来了咱们直播间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马上就来到了。大家当然在来之前，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刷起来，刷起来，谁来了？来了咱们这个直播间，对不对啊？谁来了？谁了？哎，我们现在就不说了，哎，到底谁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刷，谁即将来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所以千万不要去错过啊！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现场也跟大家说过了，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咱们的这样一个啊礼赞，比方说待会儿要抽奖了，给到大家，所以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待会儿会准时准点来到咱们一个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哎，这么多的朋友，哎，刚来到咱们一个直播间，如果说您还没有点击关注，麻烦各位点击啊头上的一个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呢，然后点亮咱们的这样一个灯牌，注意了，稍后的这个抽奖环节我们是需要大家可以点亮咱们的这个小灯牌的，如果说您前面还没有咱们的这个啊小豌豆的这样一个啊灯牌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趁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抓紧时间关注点亮灯牌，我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小伙伴还没有点亮灯牌，欢迎大家啊，当然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点起来，当然也不要忘记来刷今天谁要来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此时此刻距离啊咱们的这一个啊今天我们的品牌大使来到现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了，各位激不激动？激动吗？各位激动啊，今天现场我也跟大家看到了啊，我们在直播前的一个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也是非常兴奋的在刷啊他的名字，当然我也会卖一个关子给到大家，当然你看我身边除了啊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礼赠之后，我们还有哪些互动会等待的各位，而且我觉得今天特别厉害，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时间很长很长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拉上您的更多啊这个亲朋好友这个小姐妹啊来到咱们这个啊豌豆公主的直播间，所以是希望大家快点啊，现在马上就要来到了，哎，我们直播间的人数能不能再冲一冲好不好，现在已经快800了，能不能再冲一冲啊，能不能再往上走一走，各位姐妹们抓紧时间喊家人来到咱们一个直播间了好不好，我们还有差不多啊1分钟的时间，还有1分钟的一个时间，各位准备好了吗？关注有没有关注起来，我们这个啊灯牌有没有亮起来，我来看看有哪些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还没有亮灯牌，我来看一下，要不点一下名啊，啊这几位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啊，有些小伙伴们已经有咱们的这个灯牌了，对不对，还有谁没有灯牌，因为稍后我跟大家说过我们的这个福利都在直播间呢，但是需要大家点点小关注，希望大家点点啊咱们的这个小亮灯牌，爱心点一点，完成两步，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位小伙伴好像现在还没有冲起来啊，抓紧时间冲起来了，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在这边呢我们要即将开启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啊直播时刻了，首先欢迎来到我们豌豆公主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我是宇泽，一会儿我们的神秘嘉宾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当然大家知道谁会来到我们的一个现场吗？知道的朋友们就在屏幕区啊打上他的名字来，评论打起来啊，我觉得现在已经一点都不神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谁来到咱们一个直播间了，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我们准备了超多惊喜跟好东西给到大家，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今晚的这个直播会有品牌大使的空降，已经在直播间守候的朋友们可以趁这样一个时间提醒你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品牌大使马上就要抵达现场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空降嘉宾即将登场，我先讲讲和他有关的几个描述啊，我觉得我都不用说了，因为已经这么多人在刷了啊，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他是谁好吗？首先啊，他和我们豌豆公主有着奇妙的缘分，
在今年四月，她作为豌豆公主的樱花大使和大家一起度过了浪漫的樱花节。就在上个月，她又以豌豆公主品牌大使的身份与大家一起度过了一场盛夏庆生派对。第二，她非常喜欢大熊猫，当然大家一定要刷起来啊，把他的名字刷起来。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有一位小伙伴们说，其实我不用介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所以此时此刻啊，当你们在刷他名字的这一个时刻，我相信直播间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已经猜到他是谁了。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欢呼，一起欢迎豌豆公主品牌大使银图万赞多，欢迎欢迎 ，Hello， 赞多来了，赞多来了，哇，好开心 ，Hello Hello Hello， 来跟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来打个招呼，好，大家好，我是银图万赞多，好久不见大家 ，Hello， 欢迎欢迎欢迎赞多，很开心哈，开心呀、当然啊，我们的赞多呢是我们的豌豆公主的老朋友了，上个月呢还有我们的周年庆，拍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短片，我不知道直播前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看过了，看了，如果说你们已经看过了啊，在评论区来刷一刷，哎，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幕？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更喜欢哪一幕可以刷起来？我也想知道。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期待。那赞多本人更喜欢哪一幕呢？哥哥的吧，和一起哥哥的，这个，哎，这个，对，这个呢，对吧？这个我相信大家稍后的时间也非常想要。对。对，其实最喜欢的这一个幕，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都看过了，都看过了啊！看过了，是看过了。刚才我们在啊，对狗狗的，对吧？对，我们在那有说过了，就是跟我们的狗狗的这个画面是拍摄的这个画面，应该是你个人比较难忘的。对，相信大家也非常喜欢，那个、很可爱，很可爱。我觉得你看，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哎，有人说对着镜子的那一幕哦，那个跳的那个吗？是我发现每个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帧大家都很喜欢 是不是？来，喜欢的把喜欢打在公屏上，我谢谢咱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啊，你看都有在刷，都有在刷，你看喝勾勾的那个勾勾的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是我们都个人都非常喜欢啊，我而且你看很治愈，很治愈啊，就让很多人非常非常的这样一个喜欢，我觉得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和您来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天，我相信大家把咱们喜欢赞多的话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赞多也正在看我们公屏上大家给大家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赞美也好，或者是评论也好，意见也好，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告诉咱们的赞多。当然你知道今天来到咱们的这样一个直播间，你可是有任务的哦。啊，什么任务？我跟你说，什么？是有点紧张，有点担心了。但我有点担心哦。有点担心啊，我觉得不需要担心，因为不会很难。我觉得一定 OK 的，好好好，因为我相信大家，因为今天在这里有很多支持并且喜欢赞多的朋友。那之前咱们的豌豆在庆生活动的时候，我也收集了很多很多这个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想对你所说的话，然后呢，包括一些很多想问你的问题，来。有那么多问题，有那么多问题。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在直播间一一的来向我们的赞多来进行这个发问，我觉得一两个小时都问不了，因为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我那个就是读书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学生的这个作业交到我的手上了。是的，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直播前的小伙伴们，你们的问题也在里面。如果说你们之前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留言区有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有一些话想对赞多来进行发问的，哎，我们都已经收集在这里面了我们今天也会随机的抽出一些现场跟我们的赞多来进行互动。好，大家如果说你们已经有在这边来进行留言的，把有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好不好？我看看有多少小伙伴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留出了咱们的这个评论，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有啊，把有打起来。好，那我开始那个抽取了评论区的朋友们可要留心了，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能听到你的留言以及问题了。我来找一找。
我来找一找。好，哎，我来找一些问题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来找一看哪个问题比较适合。哎，就问这个吧。好，啊、好、嗯，请问，赞多，房间里的小冰箱里面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哦，看来我觉得是一个吃货的提问啊。你们猜一猜。你们猜一猜。先猜一猜。你们猜一猜啊，赞多的房间里的小冰箱里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好不好？来，打在咱们的这一个评论区啊，各位小伙伴们，哎，到底里面有什么呢？我来看一看。来，大家来注意了啊，此刻吧，啊，小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哎，好，咖啡，对，还有说皮蛋，皮蛋没有，啊，来，都在打咖啡，对吧？啊，直接还直接说了冰美食，好，哇，你们真厉害，你们真的，我的冰箱是一个都没有吃的东西，只有冰咖啡，还有面膜，还有面膜，对，哇，所以大家有没有了解？对，所以基本上。全都是咖啡，然后这边是面膜，对，对，其他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水果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面膜，有人还说香菜冰淇淋，香菜不是，没有。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有人说毛肚，怎么会有把毛肚放在冰箱里的？对啊，还有火锅底料，是，没有这么多啊。所以只有咖啡和面膜。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是哪个小伙伴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哎，好，跟大家说了啊，今天在我们的这一个直播间，我们要继续给大家发问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你们的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可以来听一听啊。那如果说觉得我们这个现场的声音不够大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啊，把我们的这个音量调响一点，好不好？把我们的音量稍微调响一点，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晰的听清楚一点啊，我们的老师也可以调一调。现在怎么样了，各位小伙伴们啊？如果说觉得这样现在的啊，咱们赞多的声音 OK 的话，把那个 OK 或者是好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来，现在怎么样？大家如果觉得声音好，怎么样？大了一点了吗？我来看一下他们的意见啊。好的话，来把好打在公屏上，还是有一点小是吗？来，我们先稍微调一调我们的声音。如果说觉得声音 OK 的话，把好打在公屏上。现在可以了吗，小伙伴们？还是有一点小。来，我麻烦我们的这个老师啊，稍微再调一调啊，再调一调。好的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慢慢的调，我已经看到大家一个意见了，好不好？我们再往上调一下。好，现在声音 OK 了吗？再大一点，他们希望听到更加您清晰的声音，更清楚一点吗？好 ，Hello。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稍微调一调啊，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谢谢大家。哇，这个是谁？这是哪个小伙伴啊？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现场，欢迎大家。现在稍微好一点了啊，现在稍微好一点了，已经把好打在公屏上了。好的，好，那接下来要继续问你问题了。好，我再找一找啊，不知道是能够回到到谁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来中国一年了，现在有没有找到比皮蛋？麻婆豆腐更喜欢的中国菜，更喜欢的中国菜，皮蛋现在也喜欢。当然，麻婆豆腐也喜欢，但现在我第一名啊，等一下，第一名火锅啊，火锅吗？啊，但是还有喜欢的是螃蟹，那啊蟹。黄饭是吗？蟹黄饭特别这个蟹黄特别已经超过刚才那两个食物了。对啊，喂，还有转还有串串，还有什么？还有一点辣的东西，有点辣的，对，最近喜欢辣的，辣辣的，对对对，老想想看，辣辣的，串串说过了，对，哇，我突然间想流口水了，大家想一想，啊，辣的还有什么？火锅串串，蟹黄面，蟹黄面啊，蟹黄面或者蟹黄饭的话，蟹黄饭，我喜欢的是饭，他们有没有？但是我本来是喜欢面的，所以我经常吃的是。其他的面，但是蟹黄的话，
喜欢放是喜欢的，嗯，来的，嗯，又在纠结，都喜欢。喜欢那如果说、啊、有点饿了，那香菜毛肚呢？香菜毛肚是我的第一名，当然是我的 top。那跟那如果说面前只有蟹黄饭，跟香菜毛肚只能二选一，嗯、只能选一个。我不需要选，都点都要，好都要啊，都要是，看来两个都要都不能错过。一边去，哎，这边去。然后再来个串串，对，我觉得真的哇，这些我突然间好开胃。你看，很多人都说了，让你去一些比较喜欢吃辣的地方，比方说重庆、四川，对不对？对，都不要纠结了。哎，是不是冒菜？有人问是不是那个冒菜，就是有一盘里面很多菜都是很辣的。哦，那个叫冒菜。冒菜。对，可能您说的是那个冒菜啊。冒菜。我突然也想到了，有可能是那个菜，很辣辣的。哦，很辣。然后有点麻麻，微微辣辣的。嗯。啊！突然间，真的，怎么今天变成吃播直播，对不对？对呀、啊，就应该拿很多吃的，让我们一边聊一边吃。啊，有人问你晚上吃了吗？哦，待会儿我给你准备一点吃的。好的，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啊？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到底这个问题是谁找到的这个问题呢？啊，问一下您在。咱们啊，豌豆公主的广告片里表现得非常出色。那未来如果有机会演戏的话，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我都想挑战。嗯，什么都想挑战，因为我为什么想当演员是，演员可以挑演是吗？挑演其他的人的人生，其他的人的风格。体验，其他的人的想法，对吧？和我不一样的，是对，所以我想知道其他的人怎么想，其他的人怎么做，这个事情，对。还有的话，用那种动作大一点的，动作片大一点的，啊、或者舞蹈的也上，但是我从小的时候一直舞蹈，所以。也想挑战其他的那种，所以什么样的角色也我想挑战。是，就有很多基本上啊都想去试一试，因为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对。哇，真的太棒了，让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把。谢谢，那哎，这些我们先保存着了，好不好啊？之后啊，也是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边来留言，有什么问题要问赞多的，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好的，谢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了，好不好啊？刚才呢，我觉得抽到的几个问题很多，其实也都是跟吃有关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哦，吃。为什么大家都会提到吃的呢？我爱吃的，所以吗？对，有可能大家都了解你啊，是不是啊？啊，也是。而且大家也知道你现在更加喜欢就是吃偏喜欢吃辣一点的啊，对。哦，喜欢辣一点，这个画面感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一天需要一次吃辣的东西，没有吃的话，当然饱了。虽然饱了，但是想吃辣的东西有一点不够那种感觉，对。所以还是辣的，对。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无辣不欢”，来，我们可以再往上一点，是吗？哦，是吗？好 ，OK 吗？这样 OK， 我们稍微再调一调啊。好 okay, 好，谢谢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也在调试啊，让大家能够更加好的满意点。好。Yes.那我们继续啊，那刚才我们说过了啊，赞多是无辣不欢的啊，无辣不欢，对，在中国喜欢吃辣就叫无辣不欢，无辣不欢，是啊，真的很开心。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了，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点起来，然后可以邀请更多的小伙伴们来到咱们一个直播间啊。然后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刚刚没有抽到你的问题啊，我今天直播间其实来了许多啊非常喜欢赞多的朋友，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哦。所以呢，哎，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此时此刻，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抽出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啊礼物来进行准备了。咱们准备抽奖了啊，抽一张赞多刚刚为我们签好的。签名照 yes, 对啊，而且你看还热着呢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评论区的各位小伙伴们输入品牌大使
啊，百大师。是的，大家准备好了吗？同时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首先有关注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其次我们这个上方是有咱们的一个啊，咱们一个黄色的这个小灯牌要点亮一下，哎，怎么去来完成咱们这两步呢？才可以来进行参与呢？接下来啊，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助理来告诉大家怎么来进行参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能够啊帮助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这一个活动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兵败大使，兵败大使，兵败大使。首先需要点亮一下我们的灯牌啊，灯牌在这个左上角的位置。点亮这个灯牌之后，然后在评论里面输入品牌大使，品牌大使输入之后，请保证你的这个账号不是隐私的，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倒数五个数来给大家抽，好吗？大家准备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看公屏了，然后持续不断的去输入这个品牌大使，能听懂吗？听懂可以说听懂了，然后把品牌大使输入起来，好不好？关注我们了吗？带灯牌了吗？哦，对，这个我们点着那个人，我会关注你，然后你跟我回关就好了，好吧？开始，可以开始了吗？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要麻烦赞多跟我们一起来倒计时啊，五个数好不好？我们要抽啊，第一位好不好？第一位啊，我们由上而下的这个第一位就是我们第一轮的幸运宝宝了。让我们来倒计十五秒钟的时间。好，五、四、三、二、一。点点啊！点到了，点到了，点到了。哎，这位朋友，我关注你了啊，关注你了，你会关我？好的，再次恭喜那位小伙伴了啊，将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啊带回去了，再次恭喜，再次恭喜。当然没有获得这样一个礼物的小伙伴没有关系，因为稍后还有好多好多礼物啊，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当然我觉得今天大家直播前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热情啊，没抽到的真的不要着急，后面的活动机会很多。接下来我刚才有说过了，今天你是带着任务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这一个任务啊，要麻烦赞多啊来进行到一个完成。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啊，给我四个盒子，好不好？好的。来，各位，我们要互动起来了啊，我们要互动起来了，小伙伴们，今天真的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有满满的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到一个分享啊。来，哇，真的好多，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呢摆放了咱们的这一个四个盒子啊，分别是一二三四。那在此时此刻呢跟大家说一下了啊，接下来呢咱们的这一个赞多啊要准备就绪了，你猜猜看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有奇怪的东西吗？没有吗？害怕的东西。你觉得所以我现在有点是不是要让你完成，你觉得会不会？可以啊。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一个互动游戏要开始了啊。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游戏叫做赞多的隐藏技能大考验。隐藏技能，对，大家都知道你的街舞真的很棒很棒很棒，已经都不用说了。那除了街舞以外，听说你还有不少的隐藏技能大家知道吗？来，各位小伙伴们啊，小伙伴们把你们认为的这个还有哪些隐藏的这个技能啊刷在我们的公屏上，觉得赞多除了这个街舞之外还有哪些这个技能，来告诉一下我们好不好？还有哪些啊，还有哪些的技能，来告诉一下我好不好？评论区的小伙伴们还有哪些还有哪些因为他们的评论区会比我们稍微慢个一分钟啊。有朋友说唱，说爸妈，打鼓，画画，拳击，拳击，对 ，B-box。那大家觉得会不会都在我们的这一个啊箱子当中？好，那选择吗？对，选一个。那我这个。好，我们来选择二，来，我们放到上面啊，我给你打开来看一下。二里面会是什么呢？这样子的。麻烦您打开一下啊。好。我来看一下，二里面会是什么？二胡。二胡不是乐器，是乐器的哦。架子鼓。架子鼓，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要挑战？架子鼓怎么办呀？怎么办？这个直播间架子鼓没有大家想不想听？我觉得如果说直播前的小伙伴们想听，把想听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不好？如果说想听的话。我们能不能让赞多在现场啊给你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来进行表演，要不要挑战一下？来，我看一下有没有朋友想要啊，把啊
把想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觉得，而且我们已经准备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吧？我们怎么可能准备？他们还说怎么可能会有工具？我跟你们说，今天我就我们事先把它搬到现场了啊。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偷偷的啊，看必须的想听，把想听打在评论区，好不好？没有准备哦。来，没有关系，没关系啊。我让工作人员来搬过来啊，搬到您的旁边，好不好？那你稍现在可以稍微准备一下，想想可以怎么样，好不好？来，已经准备好了啊，来各位啊，把想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的，此时此刻啊，我们的赞多已经来到啊，我们准备。听见吗？听见吗？待会儿志颖老师在调试，拿刀稍等一下啊，我们给到我们的赞多，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没有关注的小伙伴们点个关注啊，包括如果说你们前面还没有咱们一个粉丝灯牌，可以来点击一下咱们的这一个粉丝灯牌，现在正在准备当中啊，现在准备当中，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大家还是把绝了是不是？哎，你还没有点赞呢啊，还没有这个加关注呢，这位小伙伴们啊，大家抓紧时间。好，那接下来啊 ，OK 了吗？我们的老师。镜头给到我们的这个赞多的身旁，好不好啊？大家都想听是不是？点赞点起来，把灯牌加起来，好牛是不是？要把想听打在我们的这一个评论区，好不好？啊，大家稍等一下 ，OK 了，已经切到您了。OK， 准备好了，来，我们三二一，加油 ，OK。我们今天直播间真的是不是很给力，我就问大家，所以也是非常感谢啊，大家也可以邀请帅了吧这个小伙伴了，这个小伙伴他说让你来一个那个咱们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啊，这个二泉映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拉二胡、哦、谢谢小伙伴们啊，但是还是要抽到，还是要抽到啊，抽到哪个是哪个，好不好？抽到哪个是哪个啊？那刚才是隐藏技能的这一个啊，第一环节，那接下来要继续来抽一个，好不好？好，抽多少呢？哎，他选择了四，是不是？对，翻四的。哎，你看，其实为什么要选择四？大家也其实好像是有意义的，对不对？为什么要选四？你已经就这个四月。对，我们拍的樱花大雪，是的，跟大家一起度过了音乐节啊，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时刻啊，来看看是什么。哎，这是什么？我知道了，这之前你画的。之前我画的王者公主。那所以这一个挑战也是啊，也是这个，对，就是他。所以今天我们在下一轮的这个环节当中，同样麻烦你啊，现场来画一下你心目当中的这个豌豆公主的形象，好不好？哦，好，这是其中一幅啊。好的，麻烦你了。这个吗？好，我先把这个箱子拿旁边。好的，好的。好，那接下来我这边先计时啊，准备好了吗？你可以挑选到一支啊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水彩笔。那这次我可以画画他吗？可以啊。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啊，他是豌豆公主，是吧？对。他是什么？豌豆。都可以。丸子吗？就叫豌豆就可以了啊，叫豌豆好了。我今天画这个吧，可以吗？好，都可以。好，看你看你自己想画哪个，好不好？好的啊，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的声音在调啊，我们的声音在调，好不好？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啊一分钟的一个时间。好。好。可以吗？准备好喽。准备好了啊，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嗯，好，现在呢已经准备开始啊，我们的这个画画了。好的，你们的问题啊，我们已经反映了，我们现在正在调试哦，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嗯，好的。OK 了吗 ？OK 了，好，可以，三、二、一，开始计时。好的啊，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同时在此时此刻也不要忘记啊，关注到咱们的一个直播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安安静静的哈、来聆听。好的啊，大家不用着急，好不好？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也知道你们此时此刻有点着急。好不好？那大家注意了，嗯，好的好的。然后呢，再次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喽。我想问一下赞多啊，在画的过程当中，赞多有没有听过豌豆公主的这个童话？童话？对，有这个童话故事。故事。啊，其实我跟你说一下啊，其实就是关注到一个很精致并且有点挑剔的这个豌豆公主，她很会生活。然后呢，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也很会啊去选一些好的东西啊。嗯，那当然呢啊，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这个豌豆公主啊，跟大家一起进行到一个见面。当然，我们的豌豆公主也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子，也非常的热爱的生活。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好的去喜欢。嗯，因为你们不是说要调试一下这个声音吗？啊，大家稍等一下啊，所以 Hello, 对 Hello, 所以说明大家听见吗？就是开始正在调试了啊，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听见吗？听见吗？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马上就切给大家了，好不好啊？啊，怎么样？大家稍微多看我一分钟啊，我们先切一下啊，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声音，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晰的。对，现在在画画，怎么样？在画画当中。好的，然后提醒大家啊，我跟大家也介绍过了，我们的这个豌豆公主、okay、吗？现在声音 OK 了吗？可以听见了吗？大家觉得这个 OK 了啊，把那个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Hello, 好不好？把评可以了吗？现在应该都可以了，可以了。嗯，好，我们继续作画了啊。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的耐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哇，好棒啊！我觉得这两幅画真的很赞，就像刚才那一幅，哎，刚才那一幅画，我看一下在哪里。我们的这个豌豆公主啊，哇，我觉得刚才也跟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的豌豆公主。给她一个镜子。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的豌豆公主，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已经跟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有说过了啊，豌豆公主是一个很可爱，也非常漂亮，热爱生活，也是希望我们直播前的小伙伴们也更加的热爱。接下来我要倒计时了啊，我们的时间还剩下十五秒钟的一个时间。是吗？可以啊。来，我们倒计时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哇、哦，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好好看，好好看啊！来，可以吗？嗯，很好看，是是哇，真的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啊，谢谢我们的一个小伙伴们啊！我觉得这一轮真的太棒了，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加上刚才那个啊，咱们豌豆公主的那幅画也真的是很棒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这个我也特别想要，我也特别想要啊！感谢大家。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觉得要再给点直播间的咱们朋友送点福利，好不好？好。好，第二轮啊，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这次送出的是限定明信片两组啊，两组一套，总共是。十张，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一组好像很多人想要，因为是跟狗狗一起的，狗狗一起的，是不是？有没有朋友想要？想要的话，把想要打在评论区。这一轮我们抽出三位，好不好？三位，好不好？我们抽三位，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要抽三次，然后每一次抽一位，因为啊，咱们的这个平台的原因，所以啊，每一次抽一位，总共抽三次。我们的评论区输入啊。豌豆公主，注意了啊，口令刷起来，豌豆公主，各位准备好了吗？是的啊，豌豆公主准备好了吗？我们三次同样喊五秒钟倒计时，好不好？好，嗯，可以、啊、好，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怎么去参与。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怎么去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一个环节。来，
来，所有新进直播间的宝贝们，左上方的关注一定要加一下，这里关注一定要加，然后我们有一个黄色小爱心，麻烦大家花一斗币给它点亮。点亮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由我们的赞多给到大家倒计时五秒钟，我们就要来啊手动点击它的这个出现在上面排行第一的这样一个 ID， 对我们直接拿豌豆探店记这个账号给你进行一个关注，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关哈，宝贝，互关完了之后，宝贝，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了。我们现在是连着抽三个，每轮抽一个，每轮抽一个，抽三次，抽三次，宝贝们哈，三次。准备好了吧，大家来把咱们的这个这一轮是刷豌豆公主，对对，来把豌豆公主，豌豆公主，滚屏。好，我们倒计时五秒钟，好，哥呀，五四三二一，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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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宝贝加关注，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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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好好，再次五秒钟， OK， 五四三二一。恭喜恭喜，好，还有一位，还有一次啊，好啊，等一下，他是私密账号哦，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是私密账号的话，一定要解开这个私密，我们要关注你才可以把礼物送给你，一定要解开关私密账号关注，好，那接下来好，再来呗吧，第三位，好，三五走了。一五四三二一，布灵。OK，OK，OK，OK。好，恭喜啦！好，好，再次恭喜我们的这几位啊，中奖的一个小伙伴们啊，恭喜三位！还没有抽到奖品的朋友啊，没有关系啊，大家稳住，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个福利呢是不会停止的。咱们继续呢，进入到赞多的互动时间，互动时间，那我想问一下赞多，你来什么呢？中国以后，吃到了，嗯，刚才也说过了很多很多喜欢的这个美食了，美食对，最近是不是有去长沙？长沙对，那长沙什么样的美食让你印象深刻？我那个吃了臭豆腐，臭豆腐，我吃了臭豆腐，喜欢吗？哦，我以为我不难吃，对，因为有点臭，对对，有一点，对，但是我喜欢这个味道，是，对，吃了就香香的。臭是臭，但是好吃是好吃，对，这样感觉，是很好吃，真的，没想到那么好吃，是没有想到啊，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跟美食有关的咱们一个互动小游戏，好不好啊？好。不过在游戏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待会儿要蒙上你的眼睛，好不好？我待会儿再给个眼罩给你，让你来猜猜能不能猜到，好不好啊？那提醒一下大家啊，稍后的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要考验你的这样一个时刻了啊。好。有信心吗？我把你这个蒙眼猜美食，有好吃的吗？准备好吃的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嘛。那紧张紧张，我相信大家，相信大家，因为大家也看着、你觉得会有奇怪的东西吗？没有没有没有，你已经。豌豆公主他们很对我很好的那一次。好好，那也是精心挑选的啊。你看哈，我们这个小伙伴们也在我们那个直播间。当然，我跟大家说啊，接下来的时间要麻烦你啊，戴上我们的这个眼罩，好不好？戴上我们的这个眼罩了啊！现在此时此刻啊，准备就绪了吗？可以吗？可以了，来啊！好，好，可以。好，好的。那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来送上我们的这一个啊美食。哇哇哇哇哇！来，我先让小伙伴们来看一眼，好不好？小伙伴们来看一眼啊！你们先吃一吃。哎，现在啊，我先给你一个喝的，好不好？什么什么？你来猜一猜。啊，喝的。对，你要猜一猜这是什么。不是苦瓜角吗？不是个瓜子。Okay， 准备好了吗？我先拿到你的这个旁边啊，你可以闻也可以喝啊。我可以闻吗？可以闻。我知道了。你知道了？怎么样？敢喝吗？敢喝吗？但是我喜欢的这个。你喜欢？有人不喜欢吧？有人不喜欢。我喜欢的。这是什么？可以喝吗？可以，可以喝。再懂了吗？怎么样？什么味道？要喝水吗？要给你喝点水？不要。不用不用啊，好。非常酸。非常酸是什么？什么东西？柠檬吗？柠檬？柠檬吗？好像是吗？有没有一点醋？醋醋啊，
柠檬醋，柠檬字来啊，柠檬醋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柠檬醋啊。哇，我来看一下小伙伴有没有答对，好不好？哇，怎么样？来来来，喝点水，水，这是水，来啊，的确啊，我自己来看看，嗯，这个第一个是柠檬醋啊，很厉害啊，回答正确了啊，好，我给你。接下来我们要来第二个美食了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不是？对，类似就是苹果醋啊，我们的柠檬醋跟苹果醋差不多的味道的啊啊。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就拌在那个沙拉里面。沙拉。啊、对对，就是刚才那个醋，就很健康、很节制的。好，很健康的。对，接下来第二样了啊。好，接下来第二样，我来看看挑什么呢？刚才是酸的，嗯、对不对、嗯？那我换一样东西给你，好不好？甜的。哎，来啊。要不要手套？这是手套，可以戴个手套，好不好？嗯，好，对，正确的。好，接下来我摆在你面前喽啊，你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块，尝一尝。对，在里面，对，在这里，在这里。哦、好、哦，尝一尝。哎，你怎么知道是甜的？啊，来，吃一口看看是什么？对，有摸出来是什么吗？我已经知道了。啊，你已经知道了。白色是不是？白色。会不会是臭豆腐？不是，不是。来，是什么？哎，对，哎，喜欢的、这个、你喜欢的，甜甜的啊、嗯哦，是不是熟悉的味道？哇，好吃，好吃，好吃啊！哎，有人说是汉堡包，你见过这么小的汉堡包吗？啊，大家觉得是什么？甜甜的，甜甜的，啊，是什么呢？哎，这个什么名字？来，是什么？是那个饼干，白色的。嗯，白色的饼干。啊，饼干。对对不对？对，饼干。啊，正确正确。好吃啊！好好吃，好好吃。好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好。我手套给你换个位置，来，嗯、手套给你换个位置，啊、换反了啊！来，是的，来啊，太可爱了啊！谢谢谢谢我们的一个小伙伴们啊！好，刚才吃了酸的，吃了甜的啊，我们再换一个口味好不好？我们再换一个口味好不好啊？那接下来我要准备了，哎，这个看我们需要筷子，需要用到筷子，这个给你啊，然后这是筷子，嗯，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形状的呢？你自己感觉一下，应该是你很熟悉的一种东西。大家来闻一闻，是不是感觉比较难弄开？是不是？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刚刚吃了甜的。嗯，现在刚好，哎，是不是？对，是的，是的啊，像搅拌一下，搅拌一下，小伙伴们知不知道这是啥？啊，知道啥也可以打在这个啊公屏上。来尝一尝，黏黏的，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是的。是什么？纳豆。纳豆，正确啊，是我们的纳豆。恭喜。我喜欢，喜欢。哇。但是 ，OK， 我告诉大家、嗯，纳豆的话需要米饭的，然后很热的米饭。嗯，很热的米饭。米饭和它一起，然后鸡蛋一起、嗯、的话，不是那么稠。嗯、只有纳豆的话有一点嗯对吧，那是米饭和一起的话好吃的，为什么、嗯、所以呢要早上吃，可以吃早上吃，这个作用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胃口更加好一点，对，是不是更加健康，对、啊、健康健康，更加的这一个健康啊，所以大家也抓紧时间啊，我跟你说一下啊，小伙伴们，这个刚才已经咱们有说过了，他们说你是不是不喜欢？啊，我喜欢，不是啊，不是不喜欢，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吃法，对，要米饭，对，再加个鸡蛋，这样拌起来呢，哎，才会更加的美味。还有早上吃的，嗯，早上吃啊，早上吃啊，所以要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啊小伙伴们啊，这样吃才更加好。那接下来我要给你准备我们的这个下一样了，还有，哦、好不好？那来点就有没有闻到火锅的味道？没有，没有啊。来，接下来给你准备一个啊，我来看一下哪个好。哎、嗯，这个，来，这个啊，对，可以用手啊。这样用手吗？对，这个不需要筷子。嗯，来，可以了啊。是什么呢？先摸一摸。啊？这是什么？哎，有稍微有一点。对，可以吗？可以。闻出了什么味道？
纳豆的味道。纳豆的，看来上面的纳豆的味道还在，是吗？没有吃出来，这是什么？看来没有吃到这里面的精髓。啊，我知道了，那种豆豆的那个啊，喂，是不是有种香，似曾相识的感觉？没有。好吃吗？好吃。好吃。来，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豆豆的那种。对，薯条。对，薯条。对啊。什么味道的？有没有吃出来？不懂的味道。有可能没有吃到那个，它其实有带一点点啊，咱们的这个芥末，有没有吃到芥末味的感觉？你好像吃到这几个都没有芥末味的味道啊，它其实是啊，对，有一点 wasabi 的啊，有看来这个芥末味不是特别浓啊，这个芥末味有啊 OK， 这是我们这个好，这好玩，都吃不停了，吃不停了。来，接下来还有一个好吃啊，当然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今天、啊、很好吃，对、很好吃，要不要再吃一点、再吃一点刚才我们吃了这个酸酸的，对不对、我们吃了甜甜的，然后我们吃了辣的，咸咸的啊，那个还不够辣，你要吃辣的，那我给你来点辣的好不好？对啊，来，我们看来不辣吗？是吧？我给他来点辣的，辣的、准备好了啊、辣的这个在这儿，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牙，把这个牙签给到你，哎，对，这个在这儿，对，在这儿，好，来，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啊？我们的评论区的小伙伴们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什么？也就是来，我来帮你插一个，我来给你，哎，可以了，可以吃了啊，对，还是用手吧，用手插比较好一点，对，这个对，哎，这个我知道了，这个你知道了。你是不是吃过？嗯，还有点辣辣，有点辣辣的，有一点甜的。对，什么？好吃。好吃，辣吗？不辣。不辣。更辣一点。更辣一点哈、这是什么？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哎，这叫什么？还记不记得？辣，忘了辣。辣条对，辣条，哇，太棒了，太棒了！而且这是大家的老朋友，我那个是薯条，这是可以了，可以把那个我们眼罩可以拿下来了，好不好？我们可以把眼罩拿下来了，哇！现在啊，来，我把好吃好吃眼罩，对，一起吃更好吃，我觉得真的吃不停了，好不好？大家想看你的眼睛了，我们把眼罩摘下来，好不好？我来帮你。拿下来，好，小心，好的，你看，这是你刚才吃的，又跟大家见面了，早上好，好的，早上好，怎么样？刚才吃的，刚才这么多的啊，我问一下您啊，刚才吃了这么多啊，辣条喜不喜欢？喜欢，喜欢，辣条喜欢。那你这么多，更喜欢哪个？啊，吃的，先第一。如果我自己吃的话，自己吃的。第一是纳豆。纳豆。然后纳豆吃了之后，吃辣的。吃辣的。然后这个。在这个。然后最后是甜的。甜的。对。所以酸甜，所以什么都要吃一点。对。哇，真的，我本来还以为你要选一个。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刚才是饿，他们问你是饿着了吗？啊，今天吃了很多，你看啊，辣的。然后呢，这个薯条也吃了，饼干也吃了，但是这个呢就差一碗米饭，对不对？热乎的米饭，然后插个鸡蛋，对，准备没有到位，应该配个米饭给我们，好不好啊？配一个米饭给我们，这样吃的更加香一点啊！哇，所以这一轮啊，这一轮就是很开心，就吃得很开心这一个环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直播前的小伙伴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现场呢，也跟大家来进行到一个分享。其实我们的美食，我觉得直播前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就是非常喜欢美食的。喜欢吗？是的啊，喜欢吗？你们喜欢吃哪个美食啊？喜欢吃哪个也可以，他们说让你可以多吃几口。又偷吃了，又偷吃了一个饼干。这个好吃，真的好吃。这个好吃啊。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好吃，这几个都好吃。对，辣的。甜的啊，都喜欢啊，小伙伴们，你们也都全都要啊，跟大家说啊，真的都很喜欢啊，来，
啊，是是是。好，当然，我觉得，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啊，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到一个选择。嗯、所以我也觉得，哎，其实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我们都可以多吃一点，对不对啊？对。我觉得就是今天很开心，就是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这些小伙伴们真的也很可爱，感谢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的一个支持，好不好啊？嗯，他们说喜欢赞多，吃的越多越好。啊，是吗？是的啊。直播吧。对。有些人还给你介绍美食，你看有人介绍螺蛳粉，有吃过吗？螺蛳粉我吃过，我喜欢，也是臭臭的。嗯，喜欢、哦。他已经吃过了啦，这位小伙伴吗？螺蛳粉我和印度网朋友一起的。对对对，很好吃。很好吃、哎，就没有不好吃的吗？是吗？我看一下，都好吃。嗯，苦瓜子，苦瓜子、啊、苦瓜有点啊，有点苦。苦瓜是我喜欢。啊、嗯、啊，苦瓜是。那个鸡蛋的那种、哦、苦瓜汁那种，鸡蛋的那个是我喜欢的，但是苦瓜茶我不喜欢。啊、看来大家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啊 ？No。哦，其实但是大部分对不对？就是一个，大家已经，我觉得大家已经记住了。嗯。啊，我也觉得有点那个就是苦瓜汁有点苦苦的那种感觉啊。对。嗯，当然那个是健康，那个吃了健康，对，良药苦口啊。有的时候喝吧。嗯，有的时候喝。好。那当然啊，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经历，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啊？目前身边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啊，或者是正在参与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最近的话，大家已经知道，啊，已经知道了，嗯、大家已经知道，但有很多节目，嗯，有的节目，对的，或者唱歌，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嗯，很多参加节目，所以节目在节目的时候是很开心吧？对，而且，嗯，遇到的节目的话可以见面，很多朋友、前辈以前的朋友呀什么的，所以我特别特别开心。对，嗯、可以还有是，我准备很多自己的视频，嗯、对自己的东西，很多还没发，还没发的。嗯，接下来的，我很多很多期待，是的，大家可以把期待好不好？把期待打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你看啊，那些小伙伴还说不知道，明明知道的，他就想听你说出来啊。大家把期待打在我们的这一个评论区，好不好、嗯？大家也说你这个录制什么辛苦了，对不对啊？其实也要更好的，就是让自己更加健康一点，嗯、对不 对, 对？才会有满满的活力跟大家见面，也 是啊，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是不是啊？大家都有说啊，都有在我们的这一个、嗯啊、都有说什么时候啊发这个，暂时我们还是要啊保密啊，具体的话我们到时候一定会让大家啊眼前一亮的感觉的，大家只要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嗯，大家期待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次啊，感谢大家。啊，其实啊，我们的这个时间其实也过得挺快的。我们今天也 是跟大家来进行到一个更好的这个交流。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哎、嗯、怎么样的这个疑问，或者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哦、啊告诉啊咱们的这个赞多，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嗯、来发，因为他现在正在看咱们的这个，我也在看公屏区，好不好？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不好？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啊，也是非常的一个期待。然后呢，我觉得今天也是很开心，而且真的不知不觉啊，也就是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了，也是非常的这样一个开心。我觉得待会儿啊，待会儿也要给大家啊送上我们的这个福利了。那在这一轮的一个时间，好不好？我们来一个表情三连拍啊。来，各位啊，小伙伴们，你们现在一定要注意了啊！待会儿要注意到啊，我们待会儿要进行到的一个三连拍。我觉得三连拍他们有可能会截图，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你们的手速了。待会儿我会来说三个指定的这个场景，好不好？然后呢，在不同的场景啊，来摆出啊咱们不同的这一个表情啊。当然，此时此刻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就是今天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这个太热情了，好不好？然后也给大家加一个这个啊，咱们表情三连拍，好不好？如果说想要看表情三连拍的，把这个啊三连拍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不好？嗯，可以。我看看有多少小伙伴们想要看赞多的三连拍，有没有小伙伴们想要的啊？连拍，把三连拍打在这个啊我们的评论区啊，打在我们，你知道这个小伙伴们你没有关注啊，我看到你了，我抓到你了啊！来，我们现在啊要注意到了，我们要三连拍了，好不好？准备好了，准
准备好了。嗯，来，我们给个特写啊，我们给个特写，老师啊，来给我们的赞多一个特写。接下来我们要三连拍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个场景啊，注意了，第一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是哎，好久好久没有见到自己家的狗狗了，那、嗯、对，很久没见到它了，你会是怎么样一个表情？突然看到它出现了。哇，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啊，咱们的一个表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拍到？哎，我这边有点卡，居然没有抓拍到，我真的很气人啊！怎么突然间，如果说跟我一样，在刚才那个瞬间出现了卡网的一个现象，应该很气人吧？应该很气人吧？好，那接下来啊，第二个表情了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表情都是很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拍住，好不好啊？一定要抓拍住。第二个表情是。在路上啊，捡到了咱们啊，豌豆公主的玩偶，哎，捡到了它，哎，要突然间，哎，看到了它是有怎样一个表情呢？路上看到它，对，看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情呢？来，三二一，哦，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表情，有没有抓拍到？是不是不动的时候躺在路上有点？对，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在怎么为什么你在吃惊的表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二个表情啊！哎，刚好我卡在这个位置，我卡在这里了啊！小伙伴们有没有卡在这个位置？好不好啊？你看，大家还在锁表情，你看他说想要飞吻的表情，你们这些小伙伴们真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场景，你们有没有抓拍好？我来看一下你们小伙伴们啊，抓拍好了，觉得这对。三连拍啊，比较的这个可爱，对的啊。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准备第三个咱们的这一个表情了，做好准备了吗？不要出现卡的现象哈、啊，像我这边又卡住了，我又有可能抓拍不到了啊。注意了啊，第三个是哎，我一天工作结束了啊，哇，突然很开心很开心啊，觉得哇，终于结束了一天忙碌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一个表情呢？来想一想啊，来，我们要三秒钟倒计时了，三二一，上工！哇哦，呵呵，是很开心，是开心，每天收工都很开心。对对，当然，每天收工我们都一样，都是一个表情啊。就我觉得直播间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是同样一个表情，终于结束工作啦，终于下班啦，谢谢。我刚好又卡在这个位置，又卡在这个位置。大家有没有截到？我想问一下咱们的一个直播间，没有拍到，没有截到，我觉得没有截到没有关系啊。我相信咱们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小伙伴们也有可能也截到了，对，对不对啊？此时此刻也是很开心，很开心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说你看很开心，嗯，他们你们又想将锁要飞吻了是吗？你们这些小伙伴们，你看是不是好多的小伙伴们今天在直播间啊？当然也注意点赞点起来好不好？点赞点起来好不好啊？当然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大家来进行到一个相聚。当然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的这一个关注起来。当然我们的这个小黄心也是在上方的点击一下，有咱们的这个点亮咱们的这个啊灯牌。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有一轮奖品要给到大家。哇，是不是很期待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又要给大家送一轮咱们的一个奖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一次抽的奖品啊会更加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哎，我们这一轮呢要送出到的是我们的可爱的啊豌豆公主的手办，搭配咱们品牌大使的人形立牌。哇哦，我看一下有没有在现场啊，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看一下啊，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礼物也是很棒的，嗯，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礼物给到大家应该是非常开心。嗯，觉得怎么样这个礼物送给大家？我想看一看啊。哎呦，有赞吗那个立牌啊？我们这个在前面，我们两个就你看这两个，来两个一起啊，两个一起的。来，我们还找了半天在哪儿呢啊！来，各位注意啦，只有三份啊，只有三份，只有三个，只有三份，好不好啊？同样是我们的这一个老规则，我们在评论区呢来输入我们的口令，好不好？品牌大使，然后呢，我们也是抽三次，每次五秒钟的倒计时，好不好？那怎么样啊？符合我们的条件呢？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的，咱们的宝贝们现在一定要检查一下，你有没有加我们左上方这里的关注？来，一定要加关注哦。来，老师给我切一个机位。
左上方这里没有加关注的宝贝一定要加关注，一定要亮粉丝灯牌，粉丝灯牌是一定要的，前面一定要挂着黄色的小豌豆的这个粉丝灯牌哈。咱们的这个机位有切过来吗？因为我要拿这个画面啊。 OK 了，然后咱们一定要加关注，一定要亮灯牌， OK 了吗？然后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宝贝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账号把它打开了公开来，不许就是不可以设置为私密账号哦，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拿我们自己的账号关注你哈。来，品牌大使持续滚动起来，滚动起来，我们就要听赞多的口令给我们宝贝们来截屏了，抽奖。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第一次五秒钟，让我们来倒计时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嘣。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恭喜我们的第一位小伙伴，恭喜。啊，又错过了。轮空，我们再来。轮空，那这一轮不算，好不好？ Okay. 啊，好，我们重新三个啊，第一个，倒计时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嘿。哦，不灵不灵，大家一定要打开自己的这一个啊私密啊。OK 了，这个 OK 了，那么我们还有两位，还有两个啊，来，我们要啊，对，我们给大家等待等待一下啊，准备好了吗？口令刷起来，刷起来，我们慢慢，我们来一版慢版的五秒，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嘣！恭喜 ！OK， 来，第二个宝贝，恭喜！还有最后一个 ，last one。好的，最后一个，来来来啊！二五四三啊，一百了！嘣！看看这一位 ，OK，OK，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哇哦，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啊，记得稍后的时候去联系一下啊，去领取到啊你们的这一个奖品。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啊，今天跟我们的这个啊赞多一起相聚在我们的这个啊豌豆公主的这样一个直播间。那当然啊，大家也不要忘记啊去领取到你们一个奖品，也感谢赞多啊送出到的这样一个礼品。那已经到了尾声了，虽然有一些不舍，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再见。赞多啊，我们的这样一个时刻有没有什么话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想对我们的这个朋友来进行到一个诉说的？我想说大家每一次支持我很感谢，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准备很多新的风格新的挑战，对，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好吗？谢谢谢谢大家啊，今天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跟您来进行到一个相聚，所以啊真的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开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因为我觉得每天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在我们的一个豌豆公主和大家进行到一个见面是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一个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相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非常非常啊感谢我们的赞多的到来，好不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下次见好不好？来来说一下下次见，然后啊我们再次谢谢赞多的到来，谢谢，拜拜拜拜，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拜拜拜拜。哇，再次感谢再次感谢，哇，我觉得真的好开心哇，这一个小时的这一个时间真的很短暂又很开心啊，真的能够让大家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分享啊。那当然大家先不要走开，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还没有拿到咱们的这样一个礼品，对不对？我们的礼品还会继续的发放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在咱们的这个啊直播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稍后的时间当中啊咱们的主播呢也会继续回到咱们的这一个直播间，如果说呢您还没有抽到咱们的这一个礼物的话，哎，待会儿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进行到发放的，因为我们的啊我们来赶一下展示一下好不好啊，来，热乎的啊，热乎的签名照，来，热乎的签名照，有没有朋友想要的？热乎的签名照，哎呀，我真的好想要，我真的好想要，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我要给大家，大家想要的把想要打在公屏上来，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要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没有朋友？